老少都能戴呀、啊。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，给他戴一个，哎，是不是就是、哦、就说能够让他平平安安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来，你这样，弟弟，你把它拿下来，来，我给他打透一下，看这个光透的好不好看呢？来，你这样我看一下来，来看一下这个，你看一下这个透不透啊？这。这上面还有这些纹，这些纹都是天然的，是吧？对，它都是天然形成的。这个来，我看一下这个透不透来，来，这个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，咱们看一眼这个透不透来，透不透啊？这太透了呀，这看到没有？这啊，这个太透了，而且这个水色还真的挺好，它的这个上面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块这个无色的，对吧？厚度还挺厚的、啊、这。看到没有，这还挺厚的。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是那种男女老少都能戴的呀？对，我昨天听那个王新王教授说，这是那个缅啊什么的地方过来的，就是那个缅啊什么的啊、那个地方过来的，对吧？对。那他这个的话，就是这个无事牌的话，那个老米给上海的成交价在多少？在26000多。26000多。哎，我看见你这还有个证呀，啊。哎呦喂，你看到没有，还有个正正拿着，嗯，看到没有，还有个正正呀。来，你听好了啊，这个无事牌男女老少都能戴。来，我给阿佳戴下来。阿佳，你戴着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戴着好不好看呢、啊、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啊、女生戴也能戴，男生戴也能戴。来，家人们好不好看？来，阿佳戴着好不好看？太好看了，哈哈哈，真的还怪好看的。你别说，我弟媳妇是真的好看，是不是啊？真好看。家人们，来听好了啊，想不想要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想不想要？来，你给我查一下，查一下有多少个。来，查一下有多少个。刚刚手镯啊，手镯的证啊。夏总，我数了一下，有43个。有43个。对。来，男女老少都能戴，就是家里有小孩的也能戴，然后这个美女也能戴，帅哥也能戴，对不对？然后两口子可以一人戴一个吧？你俩一人戴一个。回头给你俩一人带一个，这个当情侣款肯定好看。但是我们两个不是两口子，夏姐。啥情况？你俩啊？不是两年多没联系了，我们俩。哎呦，这个事情后面我来帮你解决了，简直了，真的是。来，听好了啊，想不想要？还是老规矩啊，想要的一会儿准备好手术，今天咱们就开开心心、乐乐呵呵的，你知道吗？让他老迷看清楚了。让他老迷在直播间看着，你知道吗？把他给气炸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想要的咋想要啊？那个还是老规矩，我阿豹给我改价。好的，夏总。嗯，哎，我问你，他成交价多少？他跟上海那边价格是多少啊？26000多的。26000多。对。来，阿豹，26000多，给我把价格给我改了。来。好的。把价格给我改了。来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能改了多少？啊、夏总，他改到2600，改不下去了，还是冲券吗？2600改不下去了。对，2600改不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老规矩，充券。不不，这个我充。阿佳，刚刚那个支付宝到账了，那个先充20万，20万这个券，好吧？好的，这个优惠券，这个哪有就得让你就天天充的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把这个优惠券用上。我来。对。来，你冲下来，来，你这样的啊。直播间的哥哥姐姐，想要的打个响应，我看一下，就我带的这个无事牌啊，无事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，无事牌是什么意思来着？就是无，就是平安无事。哦，平安无事。就是、有这个意，有这个寓意，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平平安安的。可以，平平安安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是吧？对，还是一样的啊，把1000的、800的、500的、30、50、80的券全给我买了，明白吗？好的。来，准备好手术，一共就43个，好吧？一共43个。就43个啊！我把老迷的这东西也给他散了，对，就这个。来，准备好手术啊！来，3、2、1，来改价。下了，夏总。就43个，那个小正正呢？小正正呢？看到没有的？把这小正正也带进去的啊，每个都有个小正正，是不是、啊？对，就这个啊，这小灯光一打，就43个，哎，咔咔一顿，真好看！你要别说啊，真好看。老咪，你看好啊，你不来解决事情，我就一个一个给你搞啊，给你这么玩啊，很透吧？直播间的哥姐姐们，啊，你们也知道这是啥？他这个是20000。他给上海那边成交价是26000多，咱今天就乐乐呵呵的啊。这个、来，家人们还是老规矩啊，把你们的拍的价格打在公屏上，好吧？把你们现在拍的价格打在公屏上。有人说是2588拍的，
有人说是899拍的，还有人说是358拍的，还有你的优惠券都不一样啊，2588拍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家人们啊，有你们拍的这个价格就取决于你们的那个优惠券的那个力度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优惠券呢是平台随机发放的，好不好？有人说是358，如果是358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相当于所有都叠加了呗。对，所有的券全部叠加。那有人说是1288呢？那就因为他们的叠加的券比较少，是这样的。哦，这样的哈。对，这样的话大家能够理解吗？就是你们叠加的券不一样，也没办法，好吧？如果说是有358的，显示358的，啥也不要说了，直接去撸它，就证明你把所有的券都平台都发放给你了，明白不明白？啊。能不能理解？能理解的话，打个理解直播间的各位。还有30个，还有30个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30个啊！现在名额有限啊，就那个30个了啊，就这30个，就我带的这个啊，平安无事牌啊，平安无事牌，懂的大家都打个懂字啊，懂的大家都打个懂字。我看到了，这有个随机优惠券，你看到没有？这，这个地方有个随机优惠券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这。他这个优惠券是随机的，那真是没办法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子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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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就随机优惠券。对对对，就随机优惠券，知道吧？还有23个，还有多少个？23个，23个是吧？来，兄弟姐妹们啊，这个无事牌它是男女都能带，它是缅那个地方过来的，知道吧？缅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店，知道吧？那个地方的那个啥，知道吧？这个属于那个翡，知道吧？啊，你看它的水色是真的是很好，很透，知道吧？这种戴着就说好不好看吧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对不对？你在外面啊，2-3万或者3-5万一个，对不对？今天你不管说是2000多、1000多、几百，拍照就是你的，好吧？然后呢，你只要付款，阿豹这边给大家保密发货，好吧？来，还有几个？还有3个。还有3个啊，还有3个，对，对对对对，什么米什么店那个地方来的应该是啊，对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昨天不就在说嘛，那个王鑫教授就说了，昨天看就是那个地方，我也请了，就是姐请了一个，就是从2008年就开始从业，就是一个鉴定师过来鉴定了一番啊，都是正儿八经的啊，直播间的哥姐们都是正儿八经的，还有多少个？没了，没了，对不对？没了，没了，好，已经没了是吧？对。那没了没了，真的手速太快了。我说实话啊，就咱们直播间的凝聚力真的是很强，这些都是一直关心着你帮助着你的人，知道吗？今天让他老迷看着点，知道吗？让他老迷见识一下我阿古弟弟是不是自己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之前欺负我阿古弟的时候，你觉得他老实好欺负我，还是那句话，包括我们这边所有家人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的眼里的阿古他不是老实可欺，他是天性善良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夏夏我说的对与不对，对不对？我阿古弟弟，我们的阿古兄弟，他是善良，他为什么相信人，是因为在他的眼里大家都是好人，对不对？他觉得大家都是无事海皆兄弟，在他的眼里没有坏人，知道吗？现在像这样的人多吗？兄弟们啊，兄弟姐妹们，你们觉得这样的人多吗？这样的人不多，对不对？他跟我们的自己家的，他就像我自己娘家弟弟一样，知道吗？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老迷这个坏蛋啊，他利用了一个好人的善良。对，这个老迷，我跟你说啊，啊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这老迷真的是把我也没办法，我只能来到他公司，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去把他刺激出来，然后跟我见面。他不见我的嘛，那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了的嘛。我，哎呀，对不对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现在还有很多人说没拍到，老迷在拍，对不对？老迷，你查一下老迷有没有拍。老迷会的手段太多了。查一下老迷有没有拍。好的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因为一共就40多个，有人说手速太慢了，实在是拍不到，再上点儿，慢了。来，还有人说什么自导自演，谁陪你玩啊你啊？没时间。我跟你说，就我这暴脾气，就你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有多远你出多远。没时间。谁闲的跟你闲的蛋疼？你，我跟你说啊，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像故事，发生在自己身上才是一场事故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有没有道理？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你觉得像故事一样，对吗？好玩吗？好笑吗？没事。你要是一点同理心都没有，你可以出去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在这里急了汗牛，1000多万才回来100个，你觉得大家是玩吗？谁陪你玩了？
120个。闲的吗你？对，120个左右了，对，120个才回来。查一下。对，小董，我查到有一个上海的地址拍了4单。上海的地址拍了四单。给他踢了，肯定上海的，他在上海的嘛。好，来，给他踢了，来，给他踢了。给他踢了啊！好的，给他踢了，有上海的那个踢了以后，就可以多出4个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给直播间的。好的哥，踢了，给直播间的。来，我数3、2、1，就这4个就是在上。好的，好，来，准备好啊，踢了，对不对？上海拍了4个，那不行，那绝对是老迷啊，绝对是老迷或者是老迷的亲戚。我这个刚刚一起加起来有多少个来着？一共是30多个。30多个，对不对？30多个多出4个，这30多个，其他就是比如说在路过刷着刷着进来的那些，就是过路粉，不要去拍，好不好？这些的话是只给就是真真正正以前关注过我的那些哥哥姐姐，能理解的话打个理解。来，4个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来，4个，来，3、2、1，上个。就只有4个，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就我面前的这个无视牌啊，你们也知道这是什么材质的，懂的，一眼你就能懂，好吧？来，4个优惠券，你们自己去领，自己去拍的都不一样。这4个、啊、他拍的都不一样，因为优惠券不一样，优惠券都是随机发放的，随机的，知道吧？啊，1355，对不对？你们看着这个优惠券，你们要是抽到好的了，你们能下单啊？你们要下单，你们觉得合理，你们就下就行了。你们觉得哎，卡里面没这么多钱，怎么之类，1680的，1380的呀，要按照你自己的来。还有2单，就2单啊。真的，哎，我真的是服了，真的啊！这老迷这么搞的话，真的我回去怎么回去？刚刚我还不是为了，就是他说，哎，给我转了100万，套他的圈子，套回来了100个，套回来了100个，不是这点的话，那就完蛋了啊！只剩一个了，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只有一个了啊！就我带的这个，就前面我带的这个啊，我也希望带着他。无事吧，啊，无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这些事情真的让我真的哎呀，很头疼啊，茶饭不思。那希望带着这个无事牌以后，顺顺利利，这么滑来滑来都是挺好的啊，带来好运。这个的话我带走了啊，啊，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姐姐们啊，最后一个啊，还有一个，有的是1380。有的是1250，这个刚刚已经解释过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解释过了，意思就是说这老米打电话过来，等一下啊。等一下啊，接个老米的电话。喂，啊，你说。阿古，你小子。什么意思？哎，我，你不是逗，你不是挺爱玩我的，爱玩我的吗？那我也玩一下呗，对不对？简简单单，是不是？我对你是真心实意。你闭嘴吧啊！我不想理你啊，我都不想跟他谈话了，直接挂掉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急了，你急你就来这里找我就行，你不急啊，你不急的话我都挂了，不用录了，我都把他挂了。挂了吗？你不急，你急。你来找我就对了，你不要跟我电话通话，你来找我就对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在你办公室里面等了4天，来找我就对了嘛，对不对？直播间的所有哥姐姐嘛，对不对？对的话打个对字。你直接跟他说，你要是想解决事情你就过来解决，要不然你就不客气，你就这样跟他说。没抢没了吗？没了，没了就没了啊，没了就没了啊！刚刚就三十四个还是30几个来着？三十二个。32个。对，32个没了，32个没了就没了。我这边就30、33个左右，32个没了啊，没了就没了的啊！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啊，咱说没了就没了，就只有30多个，那就30多个啊！老迷的话，他也只有这么多啊。没拍到，没有了，都没有了，没办法，知道吧？刚刚手速快一点，你们领到券，啊，你们领到券以后呢，它是这个券是随机的，明白？这券是随机的，
所以趁这个时间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对于你们非常就是合理啊之类的，你们就赶紧抢就完了。有叔叔阿姨知道不？什么时候能给他们发？今晚发不了，明天就今晚就必须发，然后全部都保密发货，不要让老明知道。好的，好的，保密发货，你懂吧？好的，我知道。行，还有什么东西对不对？东西太多了，东西太多，我给老明追个电话啊，我给老明打个电话啊。对，你问他来不来呀？阿果 ，Hello， 你小子太不地道了你。我这个人一般的话，别人怎么对我的话，我也是喜欢就是怎么样反击回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你是真情实意的。真情，你转了100个，你现在还动我东西，那例外的怎么办呢？另外的我跟你说了，我想办法，只要我老明还在，你的这些东西我都会给你。900个怎么给我？你放心，我不是人还在这里吗？你人？我说不还你了吗？那但是你人我什么时候说不还你了？你人来见我了吗？啊？人来见我了没有？我也是，我是不是被你动东西干嘛？我为什么不动你东西呢？是你的东西吗？那是我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是不是我的东西？对吧？是我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录这些东西，你直播间那些人，他配吗？不是说配不配的问题啊，我现在都觉得，哎，反正不是你先听我讲话啊，咱一个说一个听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东西还有很多呢，对。你要吗？马上再给我转100个，我就可以就是再考虑一下。我一会儿数到5秒钟的时候，你不给我转，你看我怎么玩你其他剩下的东西就完了，好吧？阿古兄弟，5个？哎，谷歌真没有啊！啊，不，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小谷，那个小谷好听啊。谷歌，别动我东西了。这些东西，那你来见我呀，你来见我，然后把我的事情解决了以后让我回去呀，我也不想动你的东西啊，但是你不来见我的嘛，你不来见我，你不解决我的事情，我现在被你搞的外债有1000多万，你刚给我转了100万，还有900万，我这个事情找谁要呢？你要明白一点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我人还在，你这个我会认的。我现在不是没有钱吗？你让我怎么还你？你认哦，还有利息呢。对，就像这个我哥哥说的一样，还有利息呢。利息怎么算啊？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相不相信他？兄弟，还给我算利息是吧？那肯定是有利息了呀。那利息谁赔啊？这1000多万利息？银行贷款的利息？可以，利息我给。利息你给？你现在走。我把我的东西是吧，我这单生意做成之后，别说利息了，我给你分怎么样？你给我分？对，我给你分，最少相信他吗？你问家人他的话能信吗？500个不能信。你的话我是一句也听不进去，你的话我是真的不想相信了。老明，我就说一句实话啊，你要是能乖乖回来，然后咱俩面对面坐着谈，把事情谈完了以后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过你的独木桥。没有谈完之前，我在这办公室里面来，我现在5秒钟，马上给我转500万，马上给我转100万，不转的话，我直接又开始你下一个品，我让你你收。我已经转了100万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再要5秒钟的时间，你再给我转，不转的话，我开始上手了啊！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，我已经给你时间了。刚刚的那个支付宝还是一样，100万，来5、4。3，你别动我东西了。2、1，是你不忍，我才不义的，滚！你来我直播间看着。来，还有什么？他东西很多，还有什么？来，弟弟，拿出你的气概。把那些都全部来，把全部拿出来啊！我跟你说，拿出你的气概来，他怕的就是咱们动他东西，明白吗？他怕就咱们动他东西。来，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。想要手镯刚刚是三十多个没了，三十二个，手镯刚刚也是三十多个，对不对？手镯没了，
但是有这个手串也是和什么田什么那个的，和田和是，对，大家知道，知道了打个知道，5秒钟没转来，老明你在直播间看着啊，这也是不是你的，是不是你的？